你们听说过魔鬼辣棒棒糖吗？据说这是世界上最辣的棒棒糖，只要一颗就可以辣死一头牛。这有这么离谱吗？终于到货了，魔鬼辣棒棒糖和死神辣条。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辣死我。首先是魔鬼辣棒棒糖，辣到你无法忍受的棒棒糖，吓唬谁呢？朋友们，这不是猪猪侠的同款棒棒糖吗？让本辣王来试一下。好奇怪，第一口好像舌头被蚂蚁咬了一样。太神奇了，挑战一口气吃完。不辣。来转。开始不自觉的分泌唾液了，顶不住了，加油。现在嘴唇已经肿了，口腔是完全麻痹的状态，大家不要轻易尝试了。 One hour later， 可算是缓过来了，我就不信这死神辣条还能这么辣。据说在输入法里面打出努力，后面出现了什么，就是你该努力什么。我打出来的是搞钱，你们呢？我也来试试努力。哎，努力工作，看来还蛮准的。朋友们，快看看你们的是什么。Nice， 一包辣条，还有一张生死状，大概意思就是出了事别找他。有这么恐怖吗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外观跟普通辣条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嗯，这也不辣呀，再来一根。没感觉啊，朋友们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。这下好，成香肠嘴了，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，而且有非常明显的痛感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啊！还想看我挑战什么？评论区留言，别忘了点个赞。